欢迎各位收睇《中国通史》。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在元顺帝的时候，黄河一带流行这首歌谣，有人散布石人的一只眼，于是天下反的谶语就慢慢传开了。嗱，当时负责修河的民工在河床掘出石人，又发现只得一只眼，河工咧就骚动起嚟啦，以红巾为号，各地起义军一呼百应。元末民不聊生，民族矛盾严重，政治又腐化，朝廷同地方势力斗争激烈。在公元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元顺帝率领皇室同大臣退守上都，元朝在中国的统治结束。今集元顺帝。元帝国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只是持续了100多年，这个强大的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好像蒙古铁骑卷起的一阵风，来了又去，令人感慨。作为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在位35年，是元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比开国之君元世祖忽必烈还要多一年。在漫长的执政生涯入面，妥欢帖木儿经历了从成长、振作到消沉，以至堕落，过程大起大落。他亦曾经豪情万丈，欲重振帝国雄风，为了挽回王朝的没落、国势的衰退，他亦曾经努力奋斗过。但是元帝国如此迅速走向衰亡，表明他的统治制度有严重的内在弊病。元朝政治体制长期以来的固执，到元顺帝的时候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个不是皇帝一个人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在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背景下，国家机器的运转已经日渐失灵，日益走向崩溃。而元顺帝就是这样眼白白看着元帝国的倒塌。忽必烈去世后，元廷内部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倾轧不已，皇位频繁更替，35年之间更换了7个皇帝，争权斗争越演越烈。这一次将要登场的皇帝是元明宗，这个又是一次死亡之旅。明宗在经过长期流亡之后，终于要回到大都，谁知道就在半路上被人落毒害死，妻子亦都惨遭杀害。他们年仅10岁的仔妥欢帖木儿幸免于难，他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是在父亲颠沛流亡的过程中出世的，他的童年时代历经艰辛，多灾多难。不过噩梦没有结束到，明宗的弟弟文宗重登皇位，他很快就下诏宣布妥欢帖木儿不是明宗的亲生仔。就是这样，10岁的时候再次被流放。显然策划这场阴谋的就是文宗本人。当时文宗曾经下过一个诏书播告宗外，然后说呢，他的哥哥明宗曾经说过妥欢帖木儿不是他的亲生儿子，然后以此为借口呢，把妥欢帖木儿流放。实际上是这个妥帖木儿，就是文宗啊，有意制造这样一个谎言，这就是涉及到这个皇位继承的问题。因为按照这个约定呢，文宗就妥帖木儿继承是不合法的，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所以编造了这样一个谎言。独秀峰位于广西桂林市，这里就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被流放时候的安身之所。独秀峰历来是桂林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如今还保留着贡院、孔庙等文化遗迹。
其中最独特的是一座孔子刻像。这座刻像刻在元至正五年，由元代桂林画家丁方中所作，他刀法圆润，线条简洁。这是孔子众多画像入面唯一一座具有蒙古特征的刻像。孔子像刻在这里最合适不过，因为正是这里妥欢帖木儿接触到儒家思想。他流放广西的时候居住在大原寺入面，在这里他受到一位秋江长老的悉心教育。高僧传授给他的不单止是佛法，更加多的是儒家文化。或者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少年对建筑、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据记载，元顺帝一生经常自画屋样，制作建筑模型。由于在木工和建筑方面才能杰出，他亦被后人称为鲁班天子。令人遗憾的，这些设计图纸和他居住的大原寺一样，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之中。童年的艰苦岁月，令到元顺帝早早就体会到人世间种种险恶。南方秀美的山水令他暂时忘记了那段艰辛的经历。这段时间里，朝廷的政治风云似乎与他毫无关系。但是这个时候，在帝国的大都，迫害父亲的皇亲宗室和权臣正在勾画他的未来。这位少年即将被推上政治舞台。公元1332年8月，妥欢帖木儿的叔叔文宗去世，宫廷入面产生了新一轮的政治争斗。在角逐过程入面，皇后和权臣燕帖木儿权衡了所有政治利弊和家族利益之后，决定拥立明宗的子异伦执班为皇帝，视为宁宗。不过宁宗即位仅53日后就病逝，命运再次选择了他。托欢帖木儿在广西泾阳的这几年呢，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这段时间呢，风平浪静，然后有充裕的时间来学习汉文化。所以说，舜帝呢是元朝历史上少有的几个皇帝，实际上也恐怕只有文宗跟他可以写汉诗，说汉话。他当政之后呢，这些对他的这个施政方针呢，应该说会产生不小的影响。公元1332年底，在被流放3年多后，妥欢帖木儿终于回到大都。在近郊良乡的迎接仪式上，他和权臣燕帖木儿相遇。燕帖木儿和他并马随行，还用马鞭指指点点，告诉少年妥欢帖木儿朝中之事，气焰好嚣张。元顺帝只是默默地听，一言不发。这个令到燕帖木儿不禁产生了疑惧，怀疑眼前这个少年居心叵测。而实际上，只有13岁的元顺帝只是因为年幼和畏惧，所以一句说话都答不上。元顺帝终于回到大都，回到这座陌生的城市。但从流亡生涯到皇权加身的艰难之路还未结束。在燕帖木儿的授意下，很快就有太史上言，说元顺帝不可立为皇帝，立则天下大乱。这样一来，即位之事又摆低了。他的家族就跟这个明宗这一系有过节，那么现在呢，这个儿子又对他态度如此暧昧或者冷漠，他感觉到后怕。所以说，虽然妥欢帖木儿被迎接到了大都，但是他迟迟不让这个皇子登位。所以说，在燕帖木儿生前，妥欢帖木儿是当不成皇帝的。
僵局的打破颇具戏剧性，见帖木儿的生活极其荒淫，妥欢帖木儿的到来令到他心烦意乱，更加沉迷酒色。公元1333年5月，燕铁木儿突然离世，他的死扫清了妥欢铁木儿职位的最大障碍，这样他就在上都正式职位，成为了后代所称的元顺帝。不过少年皇帝仍然笼罩在前朝权臣的阴影之中，继燕铁木儿而起的是同样骄横跋扈的权臣白颜。自幼的不幸经历令到元顺帝特别珍惜离之不易的宫廷生活，他从前几任短命皇帝那里得到教训，深居宫中，国家大事由权臣处理，而他似乎还沉浸在桂林山水之中，仍然怀念着安定平静的南方生活，但这个刚刚是一个上上之策。这个时候燕铁木儿虽然已经死，但他的家族势力仍然很大，燕铁木儿的女儿成为了元顺帝的皇后，国家大事仍然由燕铁木儿的弟弟和仔共同管理，而白颜的势力日日渐强大，两大权力家族在宫中进行着激烈的争夺，最终演变成一场血腥政变。最后白颜将燕铁木儿的势力彻底清除，这个大概是元顺帝登基以来心情最舒畅的日子。妥欢帖木儿呢，继位的头八年呢，实际上是文宗时代这个武臣当权的世道政治的一个延续。这一个八年呢，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元统年间。当时呢是由燕铁木儿家族呢跟伯颜联合执政。第二个阶段呢是后至元时代，主要在是由这个伯颜独断的时代。在这八年期间呢，妥欢帖木儿呢基本上待在宫中，无所作为。公元1335年11月，元顺帝下令呢一年改元至元元年。以此向世祖忽必烈致敬，因为忽必烈的至元年号长达31年，这个正是元朝最强盛的时期。他以唐太宗、元世祖为榜样，颇有成为一代明君的雄心。但是他的雄心很快就遭到挫折，对他的雄心造成阻碍的，正是帮助他清除燕铁木儿家族的白颜。同燕铁木儿相比，白颜的权势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清除燕铁木儿家族势力后，白颜开始独任中书右丞相，又加号大丞相。除了独掌中书要职之外，白颜还兼任其他各类职务，官衔累计达到246职。这个在元朝是绝无仅有。慢慢这样，元顺帝对白颜亦都疑惧起来。此外，白颜还以出现多宗汉人男人造反事件为由，重申汉人男人不能够持有兵器、马匹的法令，当时禁令之严，甚至连农民使用的铁叉等农具亦都被视作为兵器而不准用。白颜对汉族人的仇视到了病态的程度，他甚至提出了一个荒谬的计划，就请杀晒张、黄、刘、李、召五姓汉人，理由是这五个姓的人最多，杀杀他们就可以杜绝祸患。这个记载是，就说是，而且是原始，就24史的正史里面明确这么写的。我觉得不是真的，他而是一个，因为他倒台以后大家说的坏话，就把很多的那个，给他编造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民间的编造。伯颜呢，可以说是在元朝历史上呢权势呢最大的一个宰相，他在位期间的许多措施呢应该说是激化了当时的民族矛盾。自隋唐以来，
科举取士已经成为中国王朝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元朝时期，科举制度一度被废除，其后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科举都成为笼络士人，尤其汉族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手段。白颜当政后冇几耐，即在公元1335年采纳平章政事、设理帖木仪的提议，停废科举。白颜此举显然是为了打压汉人、南人。公元1337年四月，白颜又下令汉人、南人不能够学习蒙古、色目文字，进一步从制度上杜绝汉人、南人为官。白颜如此专权跋扈，元顺帝对他的恐惧和积怨亦都越来越深。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势单力薄和无奈，他急切需要摆脱完全听命于权臣的局面，实现自己的雄心抱负。元顺帝正在一步一步勾画自己的政治蓝图。而这个时候，白颜集团出现了内部分裂，为元顺帝亲自掌握朝政提供了绝佳良机。他物色了下一个可以依赖的人，这个就是白颜的侄，时任御史大夫的脱脱。在之后漫长的统治期里面，他也基本上奉行这样的一种执政原则，不强硬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寻找平衡。脱脱呢，自幼呢是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有一个老师叫吴之芳，经常劝说他呢要行春秋大义，就是大义灭亲。脱脱本人呢，实际上也感受到了伯父的这个权势呢，将来会有一天呢会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利益。所以说呢，他在受伯颜的命令到宫中呢做宿卫，也就是妾薛，监视呢舜帝的时候，就开始呢试探着跟拓欢帖木儿舜帝进行沟通。这个时候，元顺帝拓欢帖木儿身边的人大多数都是白颜的亲党，只有两个人是他自己的心腹。脱脱有意跟这两个人结纳，透露自己愿意大义灭亲的意思。元顺帝又惊又喜，但他行事谨慎，派心腹和脱脱多次深谈，才终于确定这个就是自己想要的人。之后他就经常找脱脱来到密议，一个针对白颜的秘密计划亦逐渐成形。公元1340年二月，趁着白颜率队到柳林围猎之际，在元顺帝的授意下，脱脱等人发动政变，指责白颜罪状的诏书连夜写成，并由皇帝委派的大臣驰往柳林。白颜所领的诸卫兵一哄而散，白颜被流放到广东，在中途死了。文宗的皇后、文宗的仔燕帖古斯也都相继遭贬而死。自此，妥欢帖木儿完全走出了文宗统治时期的阴影，正式开始亲政。这个时候他年富力强，觉得自己一个真正的皇帝，颇有励精图治之意。他在第二年，即是公元1341年正月，正式改年号为至正，宣布要同天下更始，结束以前的黑暗时代。他任命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着手整顿一系列的弊政，史称至正更化，或者是脱脱更化。更化措施呢，我们知道是在由这个脱脱担任中书右丞相，至正元年开始实施的。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不少学者呢把这次更化呢直接就称为脱脱更化。但是要知道，这个更化的措施呢，首先呢是由这个舜帝拓欢帖木儿在他的支持之下举行的，而且呢脱脱辞去相位之后呢，许多后续的更化措施是由舜帝亲自主持的。所以呢称为至正更化呢比称为脱脱更化呢更妥当一些。北京孔庙坐落在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的东端，
始建于元大德六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之后，下令集历代旧典，修建孔庙，祭祀孔子，并在孔庙的西侧修建国子监，构成了左庙右学的规制。孔庙和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祭孔的重要场所和最高学府。在孔庙里面还存有三代的进士提名碑198块，题刻历代进士50000多名，其中就有三块元代的进士提名碑。那么讲到元代的进士提名碑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元代的科举制度，因为进士提名碑呢，它是科举制度的一个附属产品。元代呢，本来科举考试的次数少，取人也少，所以它整个的进士提名碑的数量呢也不多。那么这三块进士提名碑呢，也能看出来这个元代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这个科举制度的一个态度。在脱脱主持下，元朝恢复了科举取士制度，超雪冤案，并且开马禁、减盐额、捐赋褒，这个对缓和白颜专政时候加剧的民族矛盾有一定作用。在这个时期，元朝兴修的国子监招收蒙古、色目、汉人生员达3000多人。此外，脱脱亲自负责经筵，轮选儒臣为元顺帝进港。他又时常在书文阁用心读书，留心圣贤之学，同儒臣讲究历代治乱兴衰，因因然有向慕之志。在脱脱的建议下，元朝仲开始了法典《大元通制》的重修工作，并在公元1346年颁行全国。这部经修改补充后的法典，以当时元顺帝的年号命名，称《至正条格》。此外，这个时期脱脱开始主持转修辽、金、宋三史，解决了元朝之前几十年的一大难题。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观念就是说，国可灭，史不可灭，就是政权是推翻，政权垮掉都可以，但是它的历史必须得有人记载。你把前面这个政权推翻了，你得负责给他修历史。在编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统王朝，其他的王朝呢，然后附在这个外国传啊，或者别的历史，辽史、宋史、金史一直没有修，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正统定不下来。因为这三个朝代到底哪个王朝算正统，宋史还是金还是辽，一直定不下来，所以一直拖到元顺帝的元末了，这个时候是脱脱出来定下来的。脱脱就一句话，三朝各为正统，编三部历史，那么就出现了宋史、辽史、金史，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举。在元顺帝的大力支持下，脱脱大力实行改革，一时之间，元朝仿佛又有了中兴的希望。更化期间，元顺帝都确实过了好几年安乐的日子。这段时期，他一直深居内宫，不问政事。在政事之外，元顺帝还颇有其他方面的才华。据说他懂天文灾异，自己还创意制造了宫楼。宫楼即是古代的计时装置。元史记载，元顺帝设计的宫楼增添了各种自动报时装置，精巧绝伦，可惜实物就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正如他发明的宫楼一样，这个时候元朝这个曾经威震西方的强大帝国亦都已经进入了倒数。至正四年，脱脱因病而身体欠佳，又相信术士之言，认为自己流年不利，就上表辞位，前后上了17道表文，
元顺帝先至勉强同意。这个时候，蒙古色目贵族依赖皇帝的赏赐，又凭著特权大肆兼并，很多民众失去了土地，生活十分困苦。再加上当时天灾频繁，民变四起，到后来只是河北一个地方就出现了盗贼3000多宗，连大都附近亦都未能够幸免，元朝统治逐渐陷入去危机之中。治政更化虽然带来了一些中兴的气象，但是这些改革措施更多地体现在粉饰文字、调整蒙汉统治关系，但就极少触及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当然也没办法从根本上挽救元朝统治的颓势。面对着这个令人头痛的局面，元顺帝又自然想到曾经帮他解决很多难题的脱脱。治政九年，亦即是公元1349年，在元顺帝的支持下，富闲5年多的脱脱复出，再次开始对朝廷弊政进行改革。这个是收藏在中国钱币博物馆的中统元宝交钞，发行时间是中统元年。元朝建立之后一直实行纸钞，元世祖忽必烈统治后期，纸钞的发行量开始激增，以后历朝都大量印钞，再加上伪钞盛行，钞法日益败坏。元朝政府宣布重奖告发造假者，一张纸钞上就印住伪造者处死、首告者赏银5锭的警告。不单止是这样，政府还规定除了赏银外，犯人的家产将会全部赏给告发者。公元1350年，在脱脱主持下，元朝开始了变更钞法，印新的纸钞、字正交钞。脱脱还下令发行新的铜钱、字正通宝钱。这种钞实际上并没有做新的模板，它只是把以前的老的宗统钞然后印了之后加盖印章，然后变成了制正钞，而且但是它的那个兑换比例是相当于以前的兑换比例的很多倍。实际上吴姓宗呢，只是钞的本身的价值是要贬值的，最后呢造成的是物价飞涨，纸钞贬值，老百姓呢甚至到了抛弃这个纸钞然后以物易物的地步，所以说变钞呢从根本上来说呢是一次失败的改革。底层生活日益痛苦，而这个时候元朝的皇帝和蒙古色目贵族生活极其奢侈腐朽，为了保证权贵阶层的生活享受，皇帝往往赏赐给他们数量惊人的财物，并且纵容他们兼并土地，垄断工商业，大都在元代商业入面占有重要地位，这座城市的商税额超过全国的1/10，但是这里的商业大都掌握在权贵之家的手入面，包括诸王、公主、驸马、功臣、高官、放高利贷的商人和大寺院。这个时候元顺帝还沉醉宫廷生活的享乐之中，他下令在宫中内院建造龙船，并亲自设计图纸。据记载，龙船设计有瓦廉棚、暖阁、电流等，龙身和电鱼都是用5彩金装，奇妙奢华无比。他没有意识到整个帝国已经处在危机之中，帝国之舟亦将倾覆。马庄村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黄河岸边，芒种刚过，一场下雨过后，大家开始进入一年之中最忙碌的季节。今年雨水增多，田间收成格外好。老虎将在城里面读书的两个仔叫回来帮手，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几百年前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汪洋。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首次一条巨龙横卧在中原大地上奔流不息。
他孕育了华夏文明，但亦会给他的子孙带来沉痛的灾难。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改道，至正年间黄河多次缺口泛滥，不单止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激增，社会动荡加剧，而且都因为水淹运河盐场，对元朝的经济命脉构成严重威胁。脱脱复出之后，采纳了贾老恢复黄河故道的建议，在公元1351年4月征调大批民工军兵开始治理黄河，到11月完工，黄河终于成功回复故道。治河本身并不是坏事，但治河的过程中就彻底揭露了元朝统治的种种弊病，很多农民被迫成为河工苦力，并且要承担繁重的物资供应，监工的官吏还对他们大施淫威，甚至扣发口粮。公元1351年，一次规模不大的民变最终演变成席卷全国的红巾军大起义，彻底葬送了这个王朝百几年的统治。这个五月，民间秘密组织百年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永州发动起义，他们事先在黄河河床埋下了一个只作了一只眼的石人，石人背上刻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字样，然后到处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语。开挑黄河的民夫挖出了这个石人，消息很快就传遍大河南北，河工骚动起来，他们以红巾为号发动起义，全国各地的义军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很快就发展成燎原之势，元廷陷入了巨大的统治危机。暗暗享受宫廷生活乐趣没几年的元顺帝，显然不愿意给自己的命运再度陷入动荡，他和脱脱频繁调动军队对各地的红巾军进行镇压，加上各地出现了一批有实力的地方军阀，慢慢地让元军稳住了阵脚。至正12年，脱脱亲率大军攻破徐州，消灭了芝麻里。至正14年，脱脱再次发动军事攻势，征讨占据高邮的张士诚，元军主力倾巢而出，连西域西藩的军队都赶过来，大军号称百万，旌旗千里，金鼓震野，胜况前所未有。张士诚连遭败仗，已经打算投降。正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元军后院起火，元顺帝听从哈麻说说兄弟的谗言，以劳师未财的罪名剥夺了脱脱一切职务，之后又将他一贬再贬，脱脱被临阵夺职，百万大军一时溃散，这个令到元朝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军事优势，红巾军趁机重新发展起来，溃散的元军很多都转投红巾军或者张士诚这样的反元势力。他被罢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我个人认为呢，是他在处理朝廷政争方面呢是有失妥当的，而陷害他的两个人就是哈麻、雪雪兄弟呢，本来是他非常好的盟友，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在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方面呢出现了偏差，才引起了二人的嫉恨，最后导致了脱脱政治上的垮台。这里是位于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的脱脱墓，这里的人都是脱脱的后裔。脱脱被临阵革职后流放云南，这位为元朝统治立下汗马功劳的名相，最后竟然被哈麻、贾全圣旨赐死。脱脱的死令元廷造成了巨大的内耗，无疑加速了元朝的灭亡。正如后来元神所说，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之耗从此始，盗贼中横从此始，生民之涂炭从此始，切使脱脱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乱哉。
顺帝呢统治的这三十多年，脱脱呢是他的在任的这个宰相中呢少有的一个有才干的一个政治家，所以在当时呢被人评为这个评价为这个贤相。实际上在脱脱去罢相之后，没有一个能够取代呢这个脱脱的地位的这么一个这个宰相。呢度系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嘅察罕帖木儿墓，墓地深处住宅小区入边，如今只系得翻一处土重，就连附近嘅居民都好少有人知道墓重嘅历史。但喺元朝末年，察罕帖木儿同埋佢嘅外甥兼养子阔阔帖木儿就系地方武装势力入边叱咤风云嘅人物。元末大乱之后，由地方武装势力发展起来的军阀逐渐成为各战场的主角，虽然元顺帝一时之间还未被彻底架空，但他的号令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作用。这个时候元廷的统治力日益减弱，不得不倚重一些在镇压红巾军过程中壮大起来的地方实力派军阀。与此同时，元顺帝和齐皇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元朝宫廷和地方势力亦由此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皇帝，一派支持太子，双方展开激烈竞争，又分别勾结地方军阀大打出手。元顺帝特别是后期哈妈当政以后，宫廷斗争比较厉害，有几次就是说皇太子阿尤什里达拉跟齐皇后联合起来呢，要让这个托罕帖木儿退位，但是都因为呢，托罕帖木儿也靠其他的军阀力量呢，把这个事情制止住了。除了统治阶内部矛盾比较激烈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军阀之间混战比较厉害。军阀混战呢，这两大派，当然还有一些小军阀，也把这个元朝这个。可以说这个机体吧给损伤的比较厉害。被这种内讧不休的政治大气候所威胁的元顺帝渐渐失去了亲政初期的锐气，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内外交困政局，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心态上都发生了很大转变，日渐消极沉沦，转而陷溺于奢靡的宫廷生活。这个时候深居内宫的元顺帝兴趣不在政事，也不在建筑设计上，在身边灵行鼓动下，他已经日益迷上了藏传佛教的密宗修行，整日沉浸在大喜乐双修法和十六天魔母带来的欢愉里面。虽然元顺帝侥幸避过了宫廷内讧失败的命运，但元朝大夏将倾，他已经再无力将他支撑下去。公元1368年夏，徐达、常遇春率领的北伐大军一路势如破竹，打到元朝的家门口。而此时元军的阔阔帖木儿、李斯齐等还内斗得不可开交。元顺帝知道通州失守，明白大势已去，他惶惶不安，连夜召见群臣，商议逃往上都。他在殿里面徘徊了一阵，说：我岂可再当宋朝的徽钦二帝？面对覆灭之灾，因争权而彼此仇视的一家人又暂时团结起来。这日夜晚，元顺帝率领齐皇后等后妃、太子和大臣开建德门出大都，经居庸关逃往上都。八月初夜，明军攻占大都，元朝在全国的统治正式宣告结束。蒙古宗室退居蒙古高原，迎奉元朝正朔，
因地处塞北，史称北元。北元继续对抗明军，甚至一度取得重大胜利，出现了短暂的宣光中兴局面。但这个只不过一次回光返照，之后北元日渐衰落，最终分裂成塔达和瓦剌两部分，继续着他们和中原王朝的恩怨故事。一提到呢元朝是如何灭亡呢，当时的人呢常常提到这个遍超和开河，但是呢这只是呢导火索。元朝的统治的灭亡的根本原因呢，还是跟呢他已经日益激化的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呢有相当大的关系。这是元王朝呢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里是距离元大都500多公里的应昌路古城遗址，这里留下了元顺帝妥宽帖木儿最后的身影。公元1369年，元朝灭亡后的第二年，元顺帝退至应昌府，回到漠北草原。洪武三年，即1370年4月，元顺帝因患痢疾而死于应昌，时年51岁。一个本想有所作为的君王，最终却成为一个亡国之君，注定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历史没有详细记载这位元亡国之君面对帝国崩塌时候的心情，大家也没办法猜测元顺帝会怎样看自己的一生。但是这个游牧帝国的兴衰令人感叹。当年成吉思汗策马扬鞭，率领蒙古大军从草原崛起，以叱咤风云的姿态令世界震惊。之后忽必烈又从这片草原以非凡的雄姿向中原高歌猛进，建立强大的元帝国。现在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游牧帝国又回到这片草原，这片凄凉的长草和藏身其中的亡国之君一样，一派衰煞气象。短短100多年，他的历程令人感慨，发人深思。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元顺帝去世之后，元群臣被他上庙号为宗，而远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这位亡国之君还是有些自知之明，自顺天命，退避而去，应该称他顺帝。托宽帖木儿在中国历史上就是这样被定格为元顺帝。就在胡惟庸案爆发2年后的洪武15年，匈印案爆发，这次朱元璋更加是毫不手软。按明朝的规定，户部每年要审核各级布政司呈报的当年地方财政的钱粮收支账目，这个账目要和户部实际拨付和收纳的钱粮数相吻合，而缴纳钱粮的途中其实没可能没有损耗。于是具体负责送交账册的官员就带上事先盖好官印的空白账册，一旦有误随时修改。一种报账方式是一个已经例行多年的公开秘密，这个秘密最终被朱元璋发现。朱元璋断言其中必定有腐败，于是下令将全国各级政府的主印官员全部杀头，副手打100仗充军。有人统计匈印案中涉及的官员人数至少1300多人，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将所有涉案官员全部处理。下一集，明太祖朱元璋。